己打咗啲鱼蛋，又系煎咗鱼肉。煎咗鱼肉我系炒咩？炒呢个青红椒啊，同埋啲韭黄。你认为好啊？琴晚钟仔啊，俾个礼日工，多谢你哋。阿公厨房 ，Let's go！ 有啲姜葱头，姜葱头啊，同埋蒜蓉，蒜蓉。好，咁俾几片俾人切咗先吓。哇，好靓！多谢你，少少蚝油啊，教酱汁，少少蚝油，三分少少，跟住胡椒粉。少少，少少糖啦，少少糖，啲黄头有味啲。OK， 张皮嚟先，嗰啲葱，黄葱头。啲椒放埋，饱饱足啦。自己整嗰啲鱼片真系好靓，自己整啲鱼片硬净啊嘛，又靓，又硬净又靓又爽口啊！阿公我最中意打鱼蛋啦，自己。得啦，买次次买得都唔好食，烂都唔得，想烂啲啊！好快一個，我買魚片嚟兜一兜佢。啱啱啱啱起咗啊！加埋韭黄落去，加埋啲酒，少少酒，加少海盐，少少得啦，加埋啲汁。加少麻油，你就起得啦，少少 ，OK。OK， 搞掂，三幾分鐘。你整啲魚片好食好多。三兩分鐘搞掂啦，啲熟嘅啲好炒啊。係好食嘅，試下先，睇下幾靚。啲兜幾兜韭黃啊，熟一陣唔好食噶嘛，生生地啊。試下先。好正，個味好好㗎。
同埋自己打佢條蛋嘅。嗱，阿公打一條蛋好彈性嘅啊！爽我驚啊！彈下。如果你認為好咧，俾個 like 阿公，撳埋鐘仔嚇，撳埋訂閱。